会选择孔雀这样一种形象来表达我们对于美的理解。下面一位表演者呢，就将用钢琴和他的歌声来给我们阐释另外一种美。首先有请我们的叶萌来带来这首歌曲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。叶子会很自己的 Sweet Wolf Life 平台。Sure.